然后正常的话，我们一般是先从这里走进去之后再固定这个。啊，他现在把一根根线都理出来是吧？没有，他总共我们机箱后面有两个洞嘛。两个洞。一个是专门走这种绿色端头的。哦，绿色端头。对。哦，专门走绿色端头。对，没有绿色端头的话，那就走最里面那个洞，外面这个洞是走绿色端头的。就这个洞是绿色端头的。对，其他线是里面那个。对，其他线都里面那个，其实只要把这个线理出来。那我那个机器也一样的是吧？对，也一样的。对，绿色都是外面。对，你看这都是绿色。那是要过来看一看，否则他妈的搞不懂的这个。有线刚才的那个哈瓦就可以了。啊，对。但是你一开始不知道，你要重新再拿出来，再重新放进去了，麻烦了。首先这里面还有一根网线，因为这台机器上面是没带线的。对。但它网线是肯定在里面的。对，你这根网线应该是要和它电脑连的嘛？对。里面有一个网口的嘛？是吧？和他们的电脑连就好了。对，所以说这根网线也要理出来。哦，这根网线理出来。对，不能走机箱里面。对，这到时候要放在外面。对，和它的那个机箱。那我们就有两根网线。对，你这接头出来一根嘛，然后这里的头上带了一根嘛。对，是的。对，和那个摄像头连。哎，我那摄像头连的话，它是怎么连？那边是连好的。连好的，我主要是这。对，只要保证这根线跟电脑这个，就是说它到时候会有一个牵到网卡。啊，对，对，连在那上面就好了。这内部已经连好了。对，那都已经连好了。但这个没线孔嘛，所以它的网线是在那个机头后面。明白了。然后除了网线跟绿色端头的话，其他线都是容易走，都是走那里面的那个孔，和那里顺线都可以。有没有碰到这个连线连上去不对的、不通的，怎么办？那倒没有。都测试过的。对，它每个里面都有标签的。啊。对，它只要进了机箱，就按照这标签去连的。如果说标签错的话，那就是风险原因了。嗯。一般的话，他们都会那边测试好之后，然后再拆掉。是往上走，如果说你往下走的话，它到时候这边挡板一挡的话就线就要卡住了，就往中间层走掉。对，这里有个杆子嘛，从这上面走。一般我的话，这几根线会最后再接，最后再走，所以说我会给它先理到一边去。然后只要这先接里面的，这线要给它先走进去。这个线可能有点多了，你可以先给它走外面，不要一起给它塞到里面去。一起走那个杆子上。然后在杆子上面走进去。这边的话就可以直接给它固定死，不然的话，那等下那线走多的话，它这里万一走过去了，就拉不回来了。你们都算好了哈。嗯。
般我看这台机一天就能搞定了。对，只能一天就能搞定。上午落位安装，下午培训。但是一般的话，我们会尽量会另外挑一天时间再培训。再培训。就是说先我们上海这边节奏就是说一天安装一天培训嘛，这种继续。那明天你还要再来计划？他这边没那么快。哦他这边其实现在很多东西你在店什么都没弄好。哦。对，所以说今天只是安装。对，就安装。哦。OK。那什么时候他那好了，你跟我说。行，好的。嗯，他肯定也希望快的呀。哦，那不一定了，那就不一定快了。他印刷机还没到呢。对，他主要是不是印刷机嘛？这台机器还是算复杂的。然后我们那个机箱的钥匙的话，在这里，也是在这盒子里，在这里。嗯。啊，电箱钥匙。对，因为里面穿线的话，它可以这样就需要打开。嗯。有这么多伺服电机在里面吗？对，总共有六个。六。然后公司这种三合联的话，我们可以先试这种线扎。可以扎也可以不扎，这个都没关系，主要是为了美观。好，那个太周到了。这头的所有线的话都走这个头。嗯。发过来的东西没有一个浪费的，全都可以用。先单独拿出来，这些绿色的，这个口，三天左右能搞定了吧？这台三台，不行五天，肯定可以的。可以吗？好，我们一块就解码一下。哦，可以。可以可以。
不够。啊，视频不用了，到时候我都发给你。可以，没有要拍。没有，你一个都不能少，你就多说。人家绕几圈，你也绕几圈。拍你照片就好了。我喜欢拍摄。没办法固定啊，没带炸弹，但是还得再拽弹出来，先来先找好，这玩意是用炸弹给它炸的，对啊，要炸弹固定起来，找线来方法，找好方法用炸弹一炸就行了。第一次看到是在空调房里面安装陶瓷，是吗？嗯，他们的公司也可以，对吧？有啊。叔公，你这次看到多吗？是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安装陶瓷？少。对。像我们这机器，昨天在你们厂里面，我们五分钟之后汗已经止不住了，全都不知道要试多少遍。最舒服的是那种仪表行业的，它那个有些空调是很舒服的。医疗行业是吧？对。一般这种包装打样或者广告很少，对，很少。前面跟那个老板说，那个老板说你这个很考究。看好吧，这根线就用不到了。不排除后期的话，它要加个摄像头。就这个网口是吧？对，这个网口是机器的嘛？啊。这个是接电脑的，这个是那个就刚才盒子里面那个网线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拉出来。这个是发送文件的嘛？啊。那你这个网线要接吗？接机器嘛，是吧？这个是接电脑。我说你这个网线。这个网线是不用接的，它这台是不用接的，对。那它机器，它文件怎么发到这个机器上？通过，它你盒这里不是有个网线？哦，还有个网线啊，这个是和那个。对。和那个电脑，他的电脑接，对，他这个是应该是那个智能的摄像头，对，预留的，没有预留的是吧？对，预留的。OK， 行。
那它那个有这个口，这个口还要那个吗？它那个网线上面那个口，类似于显示屏的口要用吗？上这下面那个九千一口吗？对对对对，它这里你如果说你那个就是说你有操作独立操作平台的话，你这个线是要接到这上面的，这个口是没用的，没用的，但这个肯定是要接的，啊，这是触摸屏的，啊，因为它这个触摸屏是一体的，啊，所以说它这个出厂就接好了。但如果说你有独立操作平台的话，哦，这根线的话它是插过来就好了。对，插过来，它是跟着独立操作平台走的。知道。好的。